挑战。现在有三位的麻将积分是最高的，景哥、生哥还有一个是万妮达，你们都是23分。嗯，哇哦！首先要在你们三个人中决出两个队长来啊。我退出，我退出。嗯，你不能退出，你一退出就形成我俩竞争，我俩竞争呢，我一般争不过他的，所以你还是留着吧。这样，咱们三个人黑白配嘛，对，那个不同的就出去。好，黑白，黑白配。你看，哎，你还是没有进去，你看。那我们今天晚上两个队长，一个是万妮达，一个是生哥啊。我们第一个游戏叫高脚帽踢球球。本轮每支队伍各派出两人参加，四人需戴上高脚帽进行射门比拼，比拼时间为5分钟，每进一个球积一分，积分高的队伍获胜。高脚帽是什么？哦，它是这样子，它是这样子戴。哦，是这样小孔。嗯，这个有什么用？足球这个领域完全废掉我的肌肉。有什么用？哇，但这个真的很崩溃。哎呦！你们要不要请外援？可以请外援。当然。我不要。你看上去会帮到忙。就我跟月星吧。好的，哥。嗯，哥。林路。哎，月星。哎，握个手。哎，再加个。哥，你接个头。I see you. 画面非常的奇怪，说实话。那你们两个，我俩来呗。元哥，你看到我吗？看到一个鬼。好，我们准备啊。看不到。什么呢？谁在那里？哪去了？成了。在哪里？太难了。哇，我只能听声辨位。左边跳一点，左边跳一点。好。哎呀，投掉了！我看到了他。滚！滚！哎，你踢我脚干什么？月仙，你的每一脚都是犯规。你是踢，你是踢这里，踢我这儿。给你，小龙。哎，在哪里？谁在哪里？等你往这踢，在哪里？等你往这踢，等你往这踢，等你往这踢。啊！进！哇！进了！进了！哇！谁进了？谁进了？丹妮姐。啊！进了！不是射过去了吗？我根本看不到球。等一下，球呢？人呢？不是，你们怎么看到球的？等一下，我那个洞搞大点。嘿，别动！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我看到球，你们就把它抱走？那个球到那边老是有人抱走。那是场外的球，森哥。啊，那是场外的球啊！我老是看到场外的球啊。万妮达队1-0获胜啊！第二个游戏是考验我们记忆力的啊！哦。本轮游戏将考验记忆力，瑜伽教练为大家展示3种类型的动作，两队需要在15秒内记住动作，并相互配合还原教练的姿势，还原度高的队伍获胜。这考柔韧性的，交给你们了，谁记得住谁做呗。好 ，OK， 可以。第一个动作开始展示。来，我们看一看。嗯，这个，来坐。哎，我能记住，我做不到啊，这个。不是你能做得到吗？问题是。哦，对哦。这个手你做到不？
帮我掰一下。对，帮我掰一下。还要掰啊？掰，手要抓住脚。哦。Yes。哦，对。他是这样的。哇。三。哎，好。二。一。就这样。对的。流星正确。哇，流星。哇。耶！牛！有了！没想到一个摇滚女青年啊！我们准备看第二个动作啊！双人！哇！我天哪！这个怎么办啊？下面那个谁来？来，我可以竖着。好，哇，可以了，我来。哎，他可以。哇，厉害！往里拉，对的，往里拉，这样，对，抓脚。对。哪只手？右手。放直。两个都对了，同时得分。哎，这个游戏咱们得全靠流星。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准备看第三组 pose。啊，这个我可以坐这边的，刘星中间，刘星右手上来，手给我，可以，来，快，你在中间，不是，我手不够长，升高组获胜啊！哇哦，漂亮，必须的，好，还有吗？来个四个人的，他们才三个人，没关系，一人拿下一军嘛，是不是？第三个挑战叫。叮叮当当躲猫猫啊！一对蒙眼睛拿充气锤当攻方，另一对系上铃铛当守方。游戏计时2分钟，第二轮攻守方互换，最后击打次数多的一方获胜。交给三位队友了，好不好？痛风太疼了啊！你们3v3。这会很响吗？是的。都看不见了，完全。我先杀出去啊，然后你们捕捉他们的铃铛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哇开始。哇1, 2, 3, 3, 2, 1, 嗨